请问您是邱秀满的家属吗？是的。那请问您和他的关系是？需要有家属来签。你有因为的规定，没有办法拒绝。请问您是邱秀满的家属吗？是的。那请问您和他的关系是？她是我妻子。请问您是邱秀满的家属吗？是的。那请问您和他的关系是？外面等一下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麻烦。我们是朋友，好朋友。我和他住在一起30年了，我是他最亲的人。可是病患如果有家属的话，还是需要有家属来签。拜托拜托。你有医院的规定，没有办法拒绝。有血有汗。请问您是邱秀满的家属吗？是的。那请问您和他的关系是？她是我妻子。